出道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李冰冰至今也有40多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而她也是一名影后，出演过的角色也是很经典的，大家一直都很喜欢。还没有出道之前，她也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农村姑娘，以前的她眼睛没有那么大，皮肤也没有那么白。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，杨颖整容前的样子真的是与现在差别很大。杨颖一直称自己没有整容，不过网上大量她以前照片被扒出后，杨颖还是一如既往说自己没有整过容。李小璐从前的照片真的是和现在差距挺大的，那时候的李小璐看起来十分清纯的模样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现在的李小璐下巴变得尖了，眼睛也变大了，看起来确实是比以前好看了许多。戚薇在众多女星中是属于比较中性气质的，给人一种霸气外露的感觉。不过出道前的照片和现在差距还是挺大的，到底经历什么？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。